那因为它会因为你的生理意义有了以后呢，有可能你是根据你当下你的心有善有恶不一样，产生不同的善恶业，这样就会有果报。那我们今天就先看到这里了哈，因为下周是遇到我们的农历过年，所以呢，2月11号基金会暂停一次，那2月18号呢，也请假，我也是请假一次，所以2月18号也课程暂停一次，所以要等2月25号再继续上课哈。现在在座的同学都知道哈，我就不用再给你们通知，有几位没有到的同学，好，那我们再上上。课程暂停一次，2月25再上课哈。然后祝福大家呢，新的一年要更精进用功哈。我们回向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，我等以众生皆共成佛道。三问信，一切法师如理信，谢谢老师。同学相互问信，阿弥陀佛。已经刷显示不来再来啊，随性啊，法会就是随性啊，尤其参加我都很，尤其过年更随性，大家都可以啊，嘿嘿嘿，然后刚刚来一个修个符就走了，我也要参加，这安尼他除夕就开始了，然后几点开始？九点吗？啊，几点吃饭？10点。10点半。然后中午吃饭嘛，哈，吃完。先回家。没有啦。你吃账会办吗？会。啊，他会包给你回，包给你回家吃晚饭。包给回家吃。嘿，啊，你要到结束才会有，等一下再吃的，不然你要等我们坐在那，你要先回去吗？吃完先回去。没有。啊，不然你就要等我啦。我这样会吃很慢。好。啊，帮林志祥帮他提汤匙。你要不要汤匙啊？汤匙才好看呢、啊。这样汤匙这样吃。嗯。吃
慢一点，吃慢一点。你这真的这个都不吃吗？海鲜吗？他要带海鲜哦，要自己带海鲜。没有海鲜。啊，你要买啊？要自己带一件来穿。海鲜。你嘛，啊，拢爱跟你做。海鲜我拢。有啦。用蛋蛋面食。对啦，哎，这拢爱吃海鲜啦。今嘛吼，无伊遐嘛。无搞。我告诉你哈，他那边有海鲜，可是你要带回家洗。洗完还给人家，你就跟他说，你看他借，啊，然后法会完结束，你会洗干净带回给他，要有礼貌，知道吗？啊，你听我，伊让我准备的，以后拖地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咱佛堂哈，这边啊，前面那个厨房，啊，厨房这个叫一个那个年的火，好，啊，年的火他们一拖，他一拖。中头一团，迄就是拢在下，无做海鲜的人家己提，吼、哦。你知无？啊吼，就是爱照等于家己洗。嘿，这个提来海鱼，听有无？不然你穿布了，人家谁敢穿？对不对？一团底吼，一团拢海鲜啦。啊哈！我告诉你，啊自己带完哦，好、哦。那个阿姨说可以不用带完。哎，你每次都要麻烦人家，你这样很不行嘞。自己要自备，你这样很对了啊。我们都是自己带，啊人家是哈、哦、那个忘记带没有带的人，啊你知道的人要自己带，不能有这样。我跟你讲，你个白天哈，随便你啦，你本来就是要自己带的啦，谁？你要用别人的碗吗？伊迄吼，伊遐碗囥规堆吼，啊，你个说家己摕来摕，啊，大部分拢家己做碗。我就不会讲多说。嘿，我告诉你，吃完就洗一洗，吼，啊，再放好，放在那个碗篮里面。还有一点哈、哦，要夹菜的时候要戴上口罩才可以去夹菜。你有听不？没听见菜，没听见，要戴口罩才可以去夹菜。好、哦、啊，夹菜出来啊，口罩再才摕起来。知不？这种规矩会生气未？应该不会生气吧？正常的嘛哈、哦。啊，是夹菜的时候不能讲话，哎、啊，戴了口罩就没关系了。戴口罩可以讲话了。其实可以的。是你，哎，我告诉你，每个师姐不一样。可是不是法律的，是佛教的那种。我就告诉你是，你要点点啊讲啊，你要跟人家讲话，我哪有你的办法？他、啊、很爱问呢。你就我不是说你去什么都不要讲，你就吃就好了。哦。那、啊、你要啊、嗯，这个可以吃吗？人家当然说你不可以吃啊，你没有上法会，你吃什么？虽然是你自己
白班啦，很白目。你就去里啊，去里放，去里十二楼啊，干一饭啊。啊，人啊，伊讲问啊，问讲可以吃吗？啊，人当然嘛来讲不得，要参加法会才可以吃。刚手机是用密码，嘿，密码开机，开机啊，做主啊，当然做主题。你可以先回去，没关系啊，啊，先回去做事情。哦，你还有自备啊？我什么中当都要上啊，对啊，都要把它上完了、啊、都上过了、啊。法相中。嗯，不是。你们道行都很真的。道什么叫道行？就是呢，那个修的那种感觉。你啦，是你好不好？不是我们啦，我们很浅好不好？我们才两天，啊你一天呢？是我要请示，给你清晰，有什么佛法不懂啊？我要问你，对不对？是我要问你，你每天都在这里，都在这里。让佛菩萨保佑，你看你在这里越来越健康，吃饭哈，洗碗池哈，你唔好坐咧迄个楼梯迄个水槽洗哦，迄个水槽啊，楼梯我们两个人对上水槽啊，迄个水槽来洗水果诶，所以唔好等下洗，你爱去扫骹碗池洗碗池遐洗，哈。没规定。无规定，我一届去遐洗叫阿妈。嘿，讲咧，伊甲我讲迄个洗水果诶啊，啊去果汁咱白洗啊。我为今早出去嘞，啊，早顿来跟你说，买单来跟人啰嗦。人比较少。嗯，无、嗯，尤其过年吼，搁较少。啊，逐工来人拢无共人。
那我们谈面包的口号。爱面试。我忙着面试啊。你们讲你在哪里读啊？我讲胡子。啊。啊，然后胡子伊就讲。他亲切呀。啊，阿东，阿你你懂多少啊？你读到哪里呀、啊？嘿啦，我爱他啦，我爱他啦，我的个性啊。啊，其实伊的口号，伊拢爱讲讲就是讲。哦，今日问会讲讲啊哩？不是啦，伊解释了嘛，你讲。我们那个叫什么？他讲讲就无下伊听。无下伊，如果甲你改。就蛮高傲的啦，对不对？好、嗯。来、哦，请坐。你在家里边，你同学一下。密保底下同学。你讲啊，八柱啊。啊？八柱啊。困困当，你当是啊，啊去大寮，去大寮去困住去遐的。你知影？我唔知。嗯，啊你呐哈，大伙的时阵哈，十波的徛十波边哦，你知哈？十波伫个边迄边哈。你嘿啊，这拢知啊。你若无法度跪，无法度拜吼，你若坐就好啊，坐咧光椅啊就好啊，真侪人坐咧光诶，真侪人啊坐咧遐，嘿，坐咧椅啊顶有无？啊，安尼啊，安尼手安尼合诶就好啊，拢免拜就对啊。好讲着。嘿嘿嘿。每天一直跪着。不用，我也是啊，我都坐在旁边，坐最后面旁边，我都这样。不用跪。不要。那、啊、你要跪啊？我要跪、啊。跪、嗯、吗？你身体好啊？因为我也可以退到旁边。不要，你坐在旁边，人家会叫你回去。真的、哦？年轻人。啊。你说我脚痛。你脚痛啊？真的。脚。哦，啊这样就不对啊。会超过20下，真的会开始痛。没办法跪就不要跪，知道吗？自己的身体要保护好。第一次啊，我就跟人家这样一直跪，一直拜。结果哈、啊，变木乃伊，变一个礼拜，变机器人了、啊，身体都不能动啊，知道吗？
请各位大哥一起合掌，恭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请放掌。天文顿佛决一经，经本第41页，所以很多问题来问了、啊。日决一经三分四字，你看包括性相缘融的这个道理啊，不容易懂。有人就来问这个日决一经的这个三分四字六祖大师，你看。听到了之后，哎，大圆心智，转人家，他最后是讲了什么？啊，就是他说大圆心智性清净平等心智心无病。你看，还有那个妙观察智见非空，成所作智从圆净。你看五八六七火云转，但用此缘，但用此名无实性，若于转处不留情，凡心永阻。六决定，你看他能够一听就知道了，一对这个道理一下就是通达无碍的。我们了解这个道理，哦，原来我们从这里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来若有学员说为诸教理以此心理有所差别，是即外道天魔所说，非为不知诸天大圣所说之理，亦不知我知，亦不知我或一心理，若知心理，因知教理，一理无差。好，因为这个时间关系，我们下个星期我们就再一次，我们这一次今天，下次我们就可以再一次，我们就可以。应该可以圆满的。好，没下个是年假哈，下个星期是年假，没休息一次的样子哈，休息一次哈。18号上，休息一次。18号才上。几号？18。八。十八。18号。好，18号是礼拜天了哈。好。祝各位我们福慧增长，年年。智慧增长，不会增长。谢谢。我们一起合掌恭念回向偈。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，我等以众生皆共成佛道。其实要讲啊，其实哈，就说用时间要讲详细的话，那时间。我们再看，好，尽量我们能够把它讲比较详细一点，因为北京目前觉得非常的受用。谢谢老师。
伊迄号湖南湖南的香肠，哈、哦，湖南腊肉、腊肠。啊，你没有吃这个？嗯？香肠的时候，掺迄种高粱来好食，又掺高粱。
这个是牛腱还是啊？他知道你有吃牛肉吗？嗯？那个无菜也不要咱吃就吃尔，那个什么恁问遐济要创啥？是猪腱还是牛腱？嗯，对啦，无晓得。要吃无？我好啊，提啊，哪会知啥？伊讲要吃，是你要吃？无来就提要给我，阿俊阿妈提一包，你听无？哎呀，才刚送的啊！我就要送的，就是要送的。伊去年嘛就送啊。啊！你阿爸嘛无散掉，散啊！你讲想阿妈要想要创啊，你无来做，你做啥？我甲你讲，伊迄个保险都袂落地啊，都。安尼就是了太济嘞，了几年？但是了几年唔早呢？嗯，啊，顶届拢办啊，啊办甲阿妈拢甲讨啊有无？拢甲讨薪水啊？感恩哦，那不妙话哈，嘛不通食遐好。湖南的腊肠，那可能会买，还够在腱子肉，所以哈、哦、真的是要感恩呢，不然没有吃到这么好的东西。啊，谁练？哈哈哈！我那不妙话，那我不通食这遐好，食遐好啊。嗯，一个对啊，你无可能会买这啊。